像随机编排的剧情，行走沙漠里。这是你欺负的他们？误会，我根本没出手。哎呦！他们这么不羞辱我，我们马帮向来有仇必报。啊！伽罗来给你证明了，原来你是被打劫的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路上一直在说，而且我的刀……出来再说吧。我们呢？你们是马帮，收押等着审讯吧。这么个破门还想拦住我？老大，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刚才从那猫身上顺来的，说不定有钥匙呢。我来。我是让你把它熄灭，熄灭！老大，我来。别再搞砸了，放心吧。完美。吃饭了。这回真不赖我呀，谁知道这小饭盒才是给我们的呀。这帮守卫军的脑子不正常，还是咱们自己动手靠谱些。有亮光了。消失了。再挖。又有了。别偷懒，继续。这面年久失修的墙终于给补上了。这月省吃俭用，正好有点余额来修墙。大人，这面墙太破了，刚刚又发现八十来个洞，我们都给补上了。但这补一个洞是50钱，这费用您看看给结算一下。天都黑了，这破地儿进来一天都没出去，赶紧上出去算。怎么做啊？第一步，骗个守卫军进来；第二步，跟他抢东西；第三步，杀出一条路。不对，是这样。老大，我们跟你干。就是那第一步，怎么骗守卫军进来？要不色诱？老大肯定干不了这个，还是我来吧。你一边去吧，你还不如我呢。我怎么不行了？你怎么能让老大您干这种事儿？有什么不能干的？我是老大，我的责任就是把你们都带出去。老大，我就不信有老娘拿不下的。哼！
这个戈亚所带领的马帮虽然打劫火拼都干，但多是劫富济贫，帮助弱者。这种野路子我看多了，匪就是匪，说出再多的理由也抵消不了罪行。你们的身份只能生活在阴影里，等着接受审判吧。臭女人，得意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哦，快看，钥匙！一定是老大揍那女人的时候掉的。这帮笨蛋，真想看到他们发现我们不见了时的表情。这传说中的守卫军也不行嘛。都闭嘴。这次欠的我记下了，我们马帮有债必偿。晚风藏着精灵，星星都被唤醒，让阳的风景落入眼睛。勇气需要动力，穿越荒漠的孤寂，还好你陪伴我的旅行，阳光风雨都经历，调整呼吸，再继续。时间在走，慢慢接受，允许我伤后，今天先溜走。